许维恩惊爆蜜恋同居大马男星 Kid 早出局。许维恩被曝新欢是吕蕊左图翻摄脸书20万01803.28。许维恩和 Kid 分分合合的恋情让人看了雾煞煞，即使去年11月喊分手，却依然亲密同游泰国，甚至传出只是小俩口吵嘴，媒体太过小题大做两人依旧在一起的消息。但殊不知，原来许维恩早就移情别恋，而且无缝接轨的对象竟是马来西亚籍的师弟吕蕊。吕蕊外形酷似高以翔，183公分，经纪公司表示他是马来西亚先生亚军，也曾在大马歌唱比赛 Die Die Celebrating 挤入前十强。湖北卫视更邀他在节目非正式会谈担任常驻嘉宾。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有读者爆料说，许维恩去年赴马来西亚拍摄电影《最后决定爱上你》，认识吕蕊之后就开始在 IG 追踪吕蕊账号，而且互通款曲越来越明显。这个月14日白色情人节，吕蕊在 IG 贴出情人晚餐照卤肉大餐，并写下我的白色情人节晚餐谢谢。接住20日，许维恩也晒出新餐具影片，盛放餐具的餐桌与吕蕊的餐桌一模一样。巧合的是，许维恩的拿手菜也是卤肉。吕蕊日前又在 IG 晒出水饺照，餐桌和碗都跟许维恩的新餐具类似，且打卡地点也在台北，被质疑已经与许维恩同居。此外，许维恩上周在杭州帮好友庆生，隔天吕蕊也在杭州打卡，诸多巧合都令人起疑两人正在交往中。对此，许维恩透过经纪人回应，大家只是工作上认识的朋友，至于 Kid 则表示和他无关，不方便回应。